好巧啊，你也在这儿。是啊，我带你兜兜风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怎么，怕了？高兴不在，连话都不敢跟我说吗？ 等了一下午，他也没回来。然后我俩就到海滩上找了一圈，也没找着。说不定回来了，敲敲门试试。没人，我要打电话。睡不着啊？ 关机？不可能啊！他从小一个人长大，特别缺乏安全感，不可能给手机关机啊！会不会手机没电了？不可能，他手机没电的话会立马回来。不行，去找他。小柔，你究竟是谁？想干嘛？说你到底要干嘛？杨小柔，你别怪我。 我也是迫不得已，我们请你回来只是想跟你谈一下山之屋股权转让的事情。你这是请我回来吗？你要算什么谈判？你放开我！总之，待会儿你只要签一份山之屋股权转让的合同，乖乖把股权让给我们，我保证你不会有事的。你们这么做是犯法的，你信不信我会报警的？你可别叫，他们可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别跟他废话，走，带他去找东哥，把合同拿过来。东哥。 东哥在哪儿？小黑哥来了，他们在石头前吃饭。小黑，就是那个。斌子，你在这看着他，我带庄俊熙见东哥。走。等一下，先放了我！你们到底是谁啊？放了我！救命！不拿鸡蛋！救命！闭上！等等！我打！等一下！等着。先别管他，我们先走。 你们等我一下，我收拾他。快点！张妮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怎么对你？你别挣扎，我来告诉你，等我他妈给我把你的照片放到网上，然后威胁你。网上，别挣扎，让我来想办法。张妮，好了没有？别吵，待会弄死你！好了没有，张妮？ 现在听不见也看不见，跑不了。我们回去把合同打给他签，然后再放他走。哼，用得着你说吗？走，给我老实点儿。怎么样？没有，没有。酒店大堂说了，监控已经看过了。 跟咱们早上出去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，报警吧！啊，时间太长了，赶紧报警！庄妮，谁？来了，庄妮，好久不见啊！ 干得不错，我也信守承诺，这东西还给你。根据之前的协议，这是唯一的文档，你答应过后没有别的备份的。<笑>怎么可能呢？不过我向你保证啊，我呀就拷贝了一份。要还给你不守信用！混账！老实点！老实点！
所谓的是信用啊，那是签协议之前守的，这协议签完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再者说了，我就是不守信用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啊，横竖不都还得听我的话。 哟哟哟！哎，哭什么呀？哎，我向你保证，你只要听话，这份拷贝呢，谁都看不到。咱们俩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好不好？你看，这次你做的很好，老板也非常满意，是吧？也就算是将功补过了。 那我也跟老板发了誓，这份拷贝啊，我一定锁到箱子里，谁也拿不到。你不相信我，总得相信老板吧？哎，哥，这下。 咱们俩联系的线索啊，就全没了。你看我说过，啊，只要你乖，你一定会过得很好，说不定啊，还能跟你那小男朋友白头偕老呢，啊！<笑>那你慢慢吃，我给他钱啊。哎，不用了，这事儿。 想回去吧，你去。东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真的我给他钱，不是不行了啊！你们女人不就怕这个东西吗？我们只要有这个东西在手里，我就可以保证，他将来不会后悔。啊！那你今天回来，你干什么？老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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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实！臭娘们，给你脸了是吧？ 接到举报，这里有不法分子进行犯罪活动，跟我们去派出所吧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搞错了吧？我们都是朋友。我给他不是朋友，不是朋友，他是犯罪分子，我是想要证，我要举报他们。抓你！这是物证，他们拿这个要挟我，要挟好久，现在他们还要这黑别人，赶紧把他们抓起来，赶紧去救人的。带走，走。